好，我们看第十九题。他说氢原子啊，在第二受激态，就是 N 等于三，与氦离子，氦在激态，激态就是 N 等于一。那么核外哈，电子的速率比为何？好，我们知道这个核外哈，电子的总能量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m 平方分之负 13.6， 那再乘以原子序的平方。好，电子的总能量的话跟什么呢？等于是位能的一半，好，等于是一半的位能。所以的话哈，也是等于动能加负号，也就是说这个跟什么呢？跟动能是电子的动能哈，是成正比的。好，因为呢，这两个系统电子是一样，质量是一样的，也就是说 ，V 哈跟什么成正比？它这是常数，跟 n 分之 g 成正比的。好，两边给它开根号。好，所以我就知道 V1 是氢原子，氢原子核外面的电子绕的速率，以上哈，氦。氦原子核外面的电子绕的速率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哈，这个氢的吧，氢的那个原子序是一的，那个呢能接哈 n 等于三，比上多少？比上氦核原子序是二，再除一下 n 等于一，那我全部把它乘以六。乘以三呢？乘以三的话就是一比上六，所以答案是一比六，答案应该选 C。